继续看，好，我们看到60页，好，六十页这里，看到大禁制。那大禁制，比丘呢是闲居第一的，啊，他是闲居第一的比丘，他这样的一个尊号呢，是所谓的嘛，少事少欲，得安乐住。他也是声闻比丘这个嘛，典型的最典型的大禁制比丘哈。就是少欲之主的，所以因为这样而得名为大禁制。那再来下一位呢是摩诃卓那，他是周利盘陀伽的什么哥哥哈？周利盘陀伽大家都比较知道他，是什么拿扫帚扫地的这一位啊？大家对他蛮熟悉，但是对他的哥哥是什么认识并不多了哈。那就是他啊。那满愿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富罗那，富罗那。就是所谓的说法第一的比丘，说法第一的比丘，他本来呢是他父母亲最疼爱的一位儿子，最疼爱的一位儿子，但是他却可以怎么样，舍离了这个世间的这个恩恩爱爱的这样的一个绳索，那随佛出家，他最后呢也是呢成就了道业。那世尊呢也曾经在《法华经》当中呢赞叹他，说他是什么？说法人中第一位。为什么呢？他呢除了世尊可以与他怎么样辩论以外啊，那其他没有人可能怎么样辩得过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哈，就称他为说法第一，那就是富罗那。富罗那呢，他和这个大迦叶尊者啊。这两个有一个非常共通的一个特色啊，那有人说呢，大迦叶尊者是什么洞内结集，那因为富罗那当时也是什么，也是成就阿罗汉的比丘啊，他赶回来的时候怎么样？那我们乖的呀哈，北大地方人家已经在结集了，在结集经典，他什么没有办法参加500结集，他后来就怎么样，就在洞外结集，就窟外结集嘛，这称为什么？大乘佛法的结集，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了哈。那至于它的可靠性怎么样呢？我想这目前已经很难有人去做这样的结集，因为有人说大乘佛法，大乘非佛说嘛，那人家说这是富罗那结集吧？因为他从外地，因为他在遍地说法嘛，他赶回来要参加500结集的时候，叫做七叶窟结集嘛，来不及嘛。那不及吧，他就他在外面把佛所说的这个大乘佛法传承下来哈。其实这也有这么一说啦，这么一说，我想，我们把他当成是一个菩萨，那就对了，不要一点小事就去那边争的到底是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想这就不需要这样去争议的哈，去争议。但是重点是我们非常清楚，富罗那尊者是说法第一。他甚至代替世尊到遍地说法呢，甚至说，假如呢，你被打怎么样？那至少我还有身体啊。假如人家把你的手脚剁掉了，那至少我还有嘴巴啊。而且，假如人家把你的舌头割掉了，至少我还有命啊，是吧？那假如人家都连把你的命都舍掉，那我就这样僵持身心奉承刹，啊，修行不怕苦，啊，到遍地去弘扬佛法了。就是富罗那尊者，所以世尊呢，在这个《法华经》呢也曾经赞叹过他哈。再来，离藏比丘，离藏比丘就我们很清楚的阿那律庄，阿那律尊者，就阿那律比丘，他是天人第一的啊，天人第一的哈。这个比丘呢，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啊，比较熟悉的，他就是世尊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最喜欢怎么样？不最喜欢最常常怎么样打瞌睡，不做哪里干净的都要滚，然后都不不做哪里呵斥嘛，业障重啊，什么世尊在说法，连世尊说法都可以打瞌睡哦。后来他怎么样，有一种惭愧心，觉得啊，讲拍谁的，这种身体惭愧心怎么样，七日七夜怎么样不眠不休的精进用功，怎么样把眼睛弄瞎了。也因为这样，后来得到一个天眼通嘛，所以他为什么要称为离障？离开了，虽然肉眼看不到，但是对他来讲毫无障碍，所以
又这样的一个因缘嘛，称为离藏比丘，称为离藏比丘，啊，他得到天眼通啊，得到天眼通，就是离藏比丘。再来下一位是流观比丘，他是佛的胞弟，佛的胞弟，啊，他呢在僧团中呢是负责浴陀，啊，每日呢为大众怎么样准备啊，备办这个沐浴的温水及用具。我在僧团里面的话，为这种工作呢，在僧团里面都需要人做嘛。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没有人特别去准备，乡下以前大家还会有啊。这个像以前我们小的细汉啊，都啊，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嘛，去捡大茶那个干的木材回来怎么样来洗水啊？来洗水啊，妈妈的负责还洗水呢，然后啊。家人才能够怎么样？除了这两个人，好像就以前都没有什么现在的什么热水器啦、啊，哦，没有啊，就来去查一下查，拿一下就去。哎，以前的比丘们还是有这种工作哈、啊，在僧团里面还是有，在现在大陆丛林里面还可以看到这个，那、啊、有没有在使用？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是曾经看过，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工具在的哈、啊，好、啊、像这个。大众池啦，大众池，这些呢都有人在特别准备的。那这位流观比丘呢，他就是准备这个，所以他以什么灌木如来及众生的功德，灌木如来及众生的功德怎么样？生生世世身相完美，端正健壮。所以佛有三十二相，他有几相？三十相。哦，仪容第一，举世无双，以此因缘呢，故名为什么流观比丘。就是流观比丘，那下一位是坚福比丘，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斋僧法会啊，要邀请来的大尊者，就是谁啊？边陀罗波罗多，这位尊者，他又名为坚福比丘。假如我们请来的是坚福比丘，人家听不懂啊。你讲说边陀罗波罗多，那我们就知道哦，他是这个为末法人做大福田的一位，他是佛教之他的。哦，必须为末法人，哦，做福田。他呢，他因为怎么样？他因素提长者以旃檀波，哦，至刹堪顶上，他用神通的嘛，有这个在家居士用这个七宝所做的这个波嘛，我放和前面一位比丘两个怎么样？用神通把这个波取起来，被佛呵斥他，哦，呵斥他。呵斥他什么？难得已经得到的圣果，那呵斥他不得入灭，留身哦，久住世间，受末法人怎么样供养，做大福田啊、哦，做大福田是这样的啊、哦。还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典故是什么？他常常入定哦，一打坐就入定。那僧团都半夜要怎么样诵戒，要集中诵戒，他常常怎么样？有时候都不参加哈，不参加一次两次，这是僧团的规矩，不参加佛教。既然你不参加，就永远留在这边为末法人做福田，教示他啊、哦。所以他以后怎么样，就乖乖的哈。这个我们这个每年的斋僧大法会呢，都会请波陀罗波罗多尊者哈、哦、来应供。那经典里面有这么记载啊，有一千位比丘以上啊，就会有一位解脱的阿罗汉现身啊，大概就是在说这一位的哈。好，这就是边陀罗波罗多尊者。那下一位是面王比丘哦，面王比丘哦，这个面王比丘呢，他是寿命第一啊、哦，他是寿命第一。他所谓的寿命第一呢，是他的寿命非常的长久，同时又有知足第一。他因为过去生中人嘛，严持不杀生戒。哦，不杀戒，九十一劫呢长寿无病啊，哦，九十一劫长寿无病，今世寿呢年160岁才入灭啊，把他打回，哦，那寿命很长、哦，现在历史上记载最长寿大概是我们这个虚云老和尚啊，120岁哈、哦，120岁，啊，这一位是160岁哈、哦，更久啊、哦，所以因为前世布施。哦、不是一个病身呢，啊，生这个喝离热果，感得今生的五不死的果报，
那出家后呢，又少欲之主灭度以后呢，阿育王寻礼其塔，成二十倍供养，啊、嗯，又从塔中呢飞出不受，传为什么佳话？我知道，连他已经入涅槃了哈、哦，阿育王尊者要供养他这个舍利塔，还有这个供养这个二十倍供养啊、哦，这个供养他很多东西什么？他一样怎么样？弹出这个塔外哦，都不接受阿育王的供养，这是少欲之主的，所以就成为灭亡比丘。下一位是这个优婆离尊者，这义成就是优婆离，是持戒第一的。优婆离尊者以前是在做什么工作的？在皇宫里面的，那那进那高阶那个剃头呀，而且是当一个剃头的哈。优婆离尊者，哦，他是这个索陀罗的。就是奴隶，但他后来世尊也容许他出家，就是说他可以出家，而且他出家以后呢，这个皇宫里面的贵族呢都非常非常的慢，不高兴哈、哦。那世尊说他找你出家，你就是要顶礼他，哇，那时候大家都没办法去折服。后来世尊就呵斥了，在僧团里面呢是以戒啊，以谁先出家，他就是。比你年长，都不是什么以身份贵族，既已出家，同为佛之弟子，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索陀罗啦，或者是什么贵族啦，或者这个奴隶，没有，都是佛的弟子，身传。所以像摩诃兰啊，前面谈到几个比丘，都是曾经顶礼过这个优婆离尊者啊，优婆离尊者、啊、比他早出家，他后来持戒第一，那。大迦叶尊者是所谓的经藏的啊，经典的这个结集，这个阿那利，这个优婆离尊者是什么？律藏的结集者啊，这样的啊，好，这是优婆离尊者啊，优婆离尊者，他是持戒第一啊，戒的庄严啊，戒的庄严。那下面是仁性比丘啊，他是施采啊，施采，生性仁慈，乐善好施。救诸贫乏，哦，济诸下劣，故名为什么仁性？他就喜欢用这个以布施的这样的因缘呢，啊，布施心最大最多，啊，故名为布施第一。再就是喜乐比丘，啊，喜乐比丘，迦勒啊，跟着迦勒比丘，迦勒比丘呢，他是妙身第一，因为他与放牛的这个同伴啊，以放牛十一世问佛。在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放牛经》，部经叫做《放牛经》，就是在谈有这些相关的一些公案，哦，他以放牛十一世问佛，知佛十世一切智能，几随我怎么出家？哎，起乎也好问啊，这怎么样？他就问啊，然后佛都可以一一的回答啦，哦，这个在。南传的《五不离盖》里面的小部经里面也有一品叫做蛇品，还有一品叫做放牛品，都有谈到这方面相关的智慧哈、哦。有兴趣可以去翻阅来看看啊、哦。再来就善来比丘，这个善来比丘呢，在律典中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佛怎么样，一称善来比丘怎么样，虚法自若，袈裟着身。己得戒成就的，这是什么？唯有佛出世才有的，就是善来比丘，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啊，称为善来比丘。那再来罗云，这是罗诃罗，啊，罗诃罗，罗诃罗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悉达多的是吧？是悉达多哈。是悉达多儿子，不是一个，是世尊在太子的时候的儿子，苦咒无惊哦，悉达多无惊，苦咒无惊，是吧？是这样吧？哈，哦，他是这个密行第一，他最喜欢怎么样？他常常好怎么样？打妄语，人家问世尊在不在？师尊在，他就说不在；师尊不在，就说在。都会讲准教的，后来被师尊骂，师尊又呵斥他。后来怎么样？
就觉得很惭愧哦，他既然呢，怎么可以这样的这样的不懂事哦？后来呢，偷偷的例行的是什么？看不出他在用功，他人家在休息，他就在用功，很忙，但是他很用功。所以他后来是例行的，他也是后来也是成就了阿罗汉的哦，罗罗罗，这是在《法华经》中，我们看这个。64页的倒数第二，他说：“世尊，他在佛法就说，我为太子，他这边，他是在太为太子的时候，还没有出家的时候，罗罗为长子。啊，我为太子时，罗罗为长子。我今成佛，我今成佛道，受法为法子。为太子的时候是为他的长子，但是世尊成道之后，罗罗变成他的什么法子？”不是长子了，是法子，是法子。于末于未来世中的嘛，见无量亿佛，皆为其长子，一心求佛道，所以罗罗密行，唯我能知之，现为我长子，以示诸众生。那为什么要叫做父藏呢？因为他在母胎中怎么样？六年才降生，我在母怀胎六年哦，我现在是做恐怖几个代志哦。怀胎六年才降生啊，才降生，这是藏自己的出生，又因他未来怎么样投胎以前啊，未来投胎以前是吧，佛的父王不允许太子出家修道，这是藏父的出家。而且呢，由于他在胎六年呢，人以其母耶稣陀罗有非礼行为，这是藏母的清白，由此三藏我的感觉高大了哈，业障之重有没有一个比罗罗还重的？仗自己出生，人家都可以怎么样？怀胎顶多十个月哈，他要六年，障碍自己的出生。再来呢，又障碍到他的爸爸出家，又障碍他的什么母亲的一生的清白。哇，这是一个，一来的现象呢，够够够。先把一个塑料打工，这大概是这一种的说法哦。这马哥一算点上，算点上哈，就大概就是类似那一种说法哈。所以呢，因为这样呢，又称为他什么？又是一个，然后就说他是腹障哦，障碍修行的一个因缘。但是他后来是密行第一，是成就阿罗汉哦。好，再来是阿难尊者的，我们就。事实上听到了，知道他是一个大修行者，哦，这个多闻第一，而且是能够有比丘尼僧团，他是第一大功臣，哦，他是第一大功臣，这我们非常清楚的，哦，就是我们的阿难尊者。好，我们看到66页这里，啊，这个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66页这里。阿难呢，他做佛的侍者。25年对佛45年所说的法却不会怎么遗忘一次，他只跟随在世尊身边多久？25年，但是他把世尊说法40多年的法都怎么样都可以怎么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在他出家以前啊，所谓天伦的佛法呢，佛为他怎么样重说，佛为重说，所以呢，大迦叶赞叹他说呢，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佛入灭后呢，大小圣经都由他为首结集而成。我们今日能得有佛经可以读诵研究，这完全出于阿难的功德，所以我们要知恩报恩，尤其是世尊的教法中。有女众出家，完全是由他劝请佛陀允许的。他可以说是一切出家女众的什么大恩人啊！这确实是如此啊，这确实是如此。但是比较可惜的哦，比较可惜是什么？目前有比较完整的比丘尼僧团，仅剩于我们台湾哦。虽然佛在世的时候允许女众出家。但是比丘尼僧团能够传承下来，真的只有在我们台湾了。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比丘尼不感觉到福报，要好好的珍惜福报啊。话说的是这样，真的在离开了台湾这样的一个佛教圣地哦，到其他国度，民众想要出家修行做比丘尼戒，真的很困难。甚至像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哈，纵然是女众来到台湾做比丘尼戒，回到他们国家也未必被承认的，因为他们那边就没有所谓的比丘尼僧团了，是环境因缘嘛。所以现在在台湾佛教的女众真的福报很大，福报很大。这贵气神马上洗外洗外家很好，真可以这么说啊。人家问我为什么是这样，那咱们身边好，咱就来看灵魂的嘛，对吧？就这样而已嘛，啊，这确实是如此的哈。因为真的在台湾佛教的比丘尼僧团真的目前比较完整啊，真的是比较完整啊。而且我们现在也都有二不生受的这个传承啊，蛮好的，蛮好的。这其实也是对比丘僧团的一个什么，一个尊敬，还有一个什么祈求佛法一个如法如律的修行方地，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啊。好，这个皆如师等上所者呢，这是这一句经文是在什么总结赞叹啊？总结如师这两个字是结上所说的三十一位尊者啊，前面有谈到有列出了三十一位尊者，等字是什么余万两千比啊，两千比丘，这么多人，他提了这三十一位是什么？在各个方面修行上有他的特殊的啊，比较特殊的啊。都是当时僧团中的什么上首弟子，我修行有成就的上首弟子。所谓的上首呢，就是大众的模范楷模了。举出他们来代表参加听经的声闻圣众，由此可以想见，这次讲经的法会是如何的稀有难得、隆重的庄严。其实这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某一种场合，总统来参加了，或副总统来，或者行政院长，或者某某县长来，我们都会稍微介绍。你看，这样的一个因缘，连县长都来参加，连总统都来参加，可见这样的一次的什么盛会，多么样的殊胜，是要凸显它的什么重要性。所以他这么多位比丘特别举出这三十一位，就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无量寿经的讲经说法的因缘非常非常的那稀有难得，就告诉我们要珍惜呢，真的就是要珍惜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稀有难得的一个，所以呢，来说我们经文诸大阿罗汉的名号应该升起三种心，我觉得这个心幻法师给我们提起了非常好的。第一个是净良心。所谓的高山良子啊，谨行心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要怎么静养？虽然我们没有到达，但是我们心向往之，我也希望有一天早一点怎么样成就如是，像阿罗汉这样的人嘛，成就的道业，真的发大愿力啊！像有些，其实这就是一种啊，普贤菩萨所说的随喜功德，人家做到了。高山良子啊，没有怎么样，心向往之，这是敬仰心。第二个是效法心，效法心是什么？彼一丈夫，我一儿。虽然这些大比丘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这怎么样的大丈夫呢？您不怎么可以怎么样不自己勉励修行呢？把自己好的勉励修行，这些大比丘们都可以成就，我也一样可以成就。这是什么效法？我也要这样做。就效法心。第三个是惭愧心，所谓的我与圣贤本无二啦，尘劳妄想呢，无成立了。本来我们跟这些圣人没有什么两样，就只因为我们有妄想执着而有圣人和凡夫之差别，就应该这样啊。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要惭愧心呐，啊，惭愧。圣人出世我沉沦呐，今得人生他密度。这几句话读起来真的很感伤的哦，真的会那种感伤的那种感觉。圣人出世，
我做出席啊，那嘛就对了，在轮回，对不对？生人出世，我成轮，今得人生，他灭度。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人生，那佛做佛的也啊，真的，那是他的一种感伤哈。所以呢，惭愧自身业障重，只能说我们业障重，碰不到佛，我碰不到佛，不见如来罗汉身。真的，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有极大的鼓励啊！就像我们今生不度此生啊，你更待何时的度此生啊？所以现在有能够有听经闻法、能够修行的，真的要好好的把握，真的好好的把握，这确实是不容易的。好，所以有了这三种心呢，那么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进入圣心的这个位置？有敬仰心、效法心、惭愧心。假如我们能够有这三种心哦，尤其这个惭愧心呢哈，对这个闻思修的修行呢，我们闻所成慧、思所成论和修所成论有极大的帮助。因为有一个有惭愧心者啊，他在听闻佛法，他怎么样，会很用心。而且怎么样，法能够入心，是不是说呢？一切法皆在哪里求道的恭敬心，一切法皆在恭敬心中所求的，不是在傲慢，更不是在贪心，一切法皆在恭敬心求，有恭敬心就有相对的感应，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些，为什么在无量寿经里面要特别提出这三十一位比丘的圣号，就是要告诉我们后面这个重点：敬仰心、效法心和惭愧心。这些圣者其中也有六群比丘的啊，也曾经破坏过人家的啊，还有这个罗诃罗也是这个业障过重哦，障碍自己也障碍父母的哦，都可以怎么样修行成就，我们也是可以的啦，只因我们妄想执着太多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有一种鼓励激励。那在无量寿经提出这三十一位比丘有特别的一个含义，这些大比丘们都还要听闻净土法门，何况是我们，他们都需要世尊用净土法门这样的一个法水来滋润呢，何况是现在有妄想执着的凡夫，更应该要怎么样承受接受世尊的法水滋润。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好，好，那这是谈到比丘，那现在我们谈到菩萨。那这些菩萨呢，我们看又与大圣众菩萨聚，有普贤菩萨、妙德菩萨、慈氏菩萨等，此贤劫中的一切菩萨，又贤护等十六正士、善思义菩萨、信慧菩萨、空无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会上菩萨、智床菩萨、吉根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好，那这些菩萨呢，普贤菩萨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看这个后面这边他有解释。好，普贤菩萨，那一开始为什么要提普贤菩萨？大部分经典都会先谈到文殊菩萨，那这里就特别先提普贤菩萨，他是一个大行十大愿王。哦，他这里有特别提到的，他说呢，这个普贤菩萨呢，哦，六十九页这里，为什么最先列普贤？因他是诸佛长子的缘故。如行愿品说呢，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好，这是一个。那第二呢，又表示此经所说的行愿为什么为重要的缘故了。净土法门最重要的是什么？信愿行。
所以这个行愿呢是在无量寿经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菩萨的上首当中他列为第一位。在比丘的时候他为什么把敲车罗列第一位，因为他是第一个听闻佛法解脱的人，所以他们每一个列在第一位有他的重点。像我们在戒律里面第一位假如第一条戒假如列的是不杀生戒，大概是以利他行为重点的，那假如列的是不淫戒，他大概列的是自利为重点，这就是他的特殊点，他在这里是这样，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哦，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所以呢，他说呢，修普贤行愿呢，必得往生成佛故。所以如行愿品所说的，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悟菩提。所以呢，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愿我临于命终时呢，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地。所以呢，我们这个净土五经里面包括一部经，这是什么经啊？普贤菩萨的行愿品。净土五经知道吧？就拿净土五经，净土三经我们就知道了。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就净土三经。那净土五经呢，就再加上一个什么大势至菩萨的什么圆通章，还有呢就是普贤菩萨行愿。所以为什么在无量寿经特别提普贤菩萨，就是他的重点。为什么不提文殊菩萨？其实他就是要把他的重点嘛衬托出来嘛，哦，衬托出来。好，那其他的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些菩萨呢师父就不再多做介绍，哦，重点就是普贤菩萨，哦，普贤菩萨。那我们看到73页，哦，今天要把这个73这里面先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做一个介绍。好，73在这里有，哦，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啊，哦，这我们在修行这些十六位大菩萨，哦，他前面有列十六位菩萨，这些菩萨的啊，都是尊普贤大士的什么德的行愿啊，具诸菩萨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上，就近彼岸。所以十六位菩萨呢，师父就提这个普贤菩萨，因为在后面呢，也就是要有关这个行愿品的重点啊来做说明。好，我们看，那以下呢是结集经的人啊，赞叹当时我参加听经的大菩萨有什么德行，这是学佛很重要的事。哦，所以他分为三科来做说明，一个什么？第一个先叹全十二德，这是叹果，后叹什么？八相成道，哦，世尊八相成道，还有呢，三起修正，这是什么？探因，先探德，后来是探因。那出世，哦，世出世法呢，皆不离因果，故一遍怎么样赞叹？那世间人呢，多喜自赞美他，一般外道怎么样，则多什么自是他非，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过失了哈，哦。那二乘人呢？二乘人虽然怎么样？虽然闻菩萨法、见菩萨修行，但对他来说呢，并不怎么喜要，他就不会怎么赞叹。这在这里为什么？阿罗汉都已经成就了，很多很多这个声闻种姓的人啊，他看到人家行菩萨道哦，行菩萨法，他未必会喜欢哦。像我们佛教里面很多的这个慈善啊，很多的这个医疗啊、教育啊等等，很多的什么法会活动，做一些所谓的人间佛教活动，有些人并不是很认同，他不认同，但他不一定反对，他不一定反对，为什么？因为他的根性大概就属于比较属于那种阿罗汉根性的嘛，他就觉得我赶紧过恶的，然后我自己解脱的那些你们要做什么，他未必不向往参加。所以刚刚提到像我们这个佛诞节的这个活动哦，很多寺庙
有些寺庙的话会串联合来举行这个所谓的浴火节的法会活动，但有些寺庙就觉得什么 man 啊，你这边的得了、啊，他不一定会想要参与，为什么？他不会反对这是一件好事，他觉得我洗别个地走得了，我为什么要去跟人家外面跟人家参加？这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又不能说他错哦。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根性啊，你的这种个性啊，你没搞错。哦，那有些人就是什么，他给不行哎，他们他给不行，后来马龙被报了打给灾啊，就说哎呀这个好事啊，大家一起来嘛。有些人就我搞定，我让你走走嘛。所以，这还是在我们这个佛教圈里面还有很大可以努力的空间呢、啊。其实很多事情真的嘛。会向往，但是在《无量寿经》里面，他开始先探的这些比丘们，像在《法华经》里面很多比丘们，一开始世尊要讲菩萨法，他们都不认同哦。那他我们看这里他会提到，他说呢，二圣人虽然听闻了佛法、菩萨法，但未必怎么样欢喜，好欢喜。如同在《法华经》里面有说呢，迦摄尊者和须菩提尊者、目犍连诸大弟子呢，对佛智者说，他对我自己嘛。自己怎样责备自己说呢？他说什么呢？我等居身之所，这些大比丘们怎么样？为僧团中的什么上首弟子，为上首弟子，自谓已得涅槃，自己认为什么？我已经得到涅槃了啦，已经解脱了嘛，我已经解脱了啦，无所堪了，再也没有什么烦恼啦，不复进求无上菩提，不想再怎么样。追求无上的菩提道，哦、嗯，不复进求无上菩提，但念空无相无作，哦、嗯，就是所谓的三解脱嘛，哈、哦。于菩萨法游戏神通，尽佛国土成所众生，心不喜乐。他怎么样？于菩萨法呢？游戏神通，尽佛国土成所众生，心，他并不喜欢的。哎呀，我已经。这个可以想感受到一个他已经在这个心无挂碍了，已经解脱了一个圣者，你看他在他觉得这已经什么一个最高境界，那还要再求什么？他对菩萨法呢就并不好了。像在早期很多这个修阿罗汉法门的，像大概在20年前啊，我们谈到大乘佛法，他们很多的南传佛教的国家不一定认同我们台湾佛教的法师啊，我觉得说大乘佛教就是日本像日本佛教这样嘛，没有什么戒律啊，他就是做人间菩萨的游戏啊，所以当时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汉传的法师都只认为光头居士哦，不一定认为是比丘啊，是最近几年的努力哦，哎已经可以开展出这样的一个成就了，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弟子送来我们台湾这个佛学院的这个求学大乘佛法，这就是长久以来的努力。现在因为整个的这个传播媒体啦，哦，还有这个科技发达，在知识的交流上已经怎么样比较快速的在发展，也都可以彼此怎么样互相的这个学识啦。知识的交流成长已经都可以了解到，也比较清楚日本佛教的生态和我们台湾佛教的生态是全然不同的，哦，所以他慢慢的接受了，慢慢的接受了，哦。那舍利弗和目犍连还有大迦摄尊者，当时在法华经的时候，他们都这样自己智者，哦，世尊呢在介绍菩萨法，心不喜乐，所以者为什么缘故呢？世经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证，世尊已经引导他们怎么样出离三界烦恼了，已经获得涅槃了。于佛教化菩萨求无上正觉，不生一念好乐之心。世尊已经把他们怎么样导引出三界了，但是要他们在修无上正觉法呢，没有生过一念的什么好乐心啊，好乐心啊。所以在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不是有这个500位比丘怎么样？离开嘛，表示怎么样？抗议啊！
这种抗议吗？已经都解脱了，那你还要我做什么？就是这样的一种无言的抗议嘛，离开嘛。所以世尊在《法华经》里面称他们为什么？增上慢比丘，就是这个缘故。那在这里怎么样？假如有增上慢啊，那要修进入法门很困难。在《法华经》重点是就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众生皆有佛性，未来都能够成佛。但是修净土法门，假如像那五百位比丘退席，你就是失去信心，你想要到极乐世界很难，不太可能，没有信心就到达不了嘛。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尤其在净土法门，首先要建立的就是信心，信心。所以他这里特别强调，所以他看到我们在这个讲到本经的序论里面的探得，探得一刻是大家特别要升起什么难招想，难招难遇啊，还有稀有心，见贤思齐，随喜功德，提起精进勇稳的道心来，修因正果。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就是谈阿弥陀佛的本愿，像我们有药师经的。要是如来本愿经啊，地藏菩萨本，就是谈他的本愿，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建立在什么修因正果，修因正果，所以呢，这个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具诸菩萨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这可以说是什么，总叹菩萨的果德，也可以说是赞叹菩萨的什么实德。所以第一句呢，他谈的是。皆都是尊重的嘛，遵循于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德行。第二句呢是在说明什么？它的内涵。简单的说呢，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具足无量行愿，属于什么？心生灭门。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是属于什么？心的什么真如门。所以我们常常谈到的，一心开二门，就是生灭门和什么真如门，法尔如此。八个名字，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吧？下礼拜呢？本来下礼拜是不是想要去这个大陆九啊、三港去参观？好像最近这个疫情好像不是很具足啊。刚刚跟我们这个会计这边讨论，他希望师傅延期哦，到月底再去，因为我们五月五号。要停课嘛，到年底要停课啊，那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再去了。本来是想要去走一走，因为不具足，无常嘛哈，我们要锻炼无常，所以下次再去了哈。那所以我们下礼拜一样，还有心流感哎，还有心流感，那个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嘛，就叫做锻炼无常，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好，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一切。